Hello，大家好，我是 Audrey。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节非常燃、非常高效，而且非常有趣的全身课程。那今天的课呢，我们需要用到的器材就是一个普拉提球。准备好你的普拉提球，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在瑜伽垫上见吧。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热身。今天的热身是以瑜伽的形式开始的。吸气，我们双手向上举，呼气，back bend 后弯式，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站姿前屈式 forward fold。在这里可以轻微的晃动你的胯部，交替弯曲你的膝盖，找到一种放松的感觉。如果你乐意，也可以双手抱肘，向左。向右，向左，向右晃动。如果你需要，随时可以弯曲你的膝盖。你需要做的只是放松你的上半身。很好，在此再停留三个呼吸。深吸气，深呼气，深吸，深呼，再来一下，深吸气。再来一下，深呼气啊，双手随之放松，吸气，look forward，straight back，背部平直，眼睛向前看，呼气，再次放松，非常好。下一个吸气，我们记住一节一节的起来，注意膝盖保持一定的微曲。下一次，随着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后弯，吸气。双手向上举，这一次向下的时候，双手往前走出，来到你的平板支撑姿势。好，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的身体轻微的向前，轻微的向后，向前，向后，再向前，再次向后。好，最后一次向前的同时，我们的手肘向后弯曲，对，tricep push down。非常好，随着你的吸气向前，来到上犬式 upward facing dog，呼气 downward facing dog，弯曲膝盖，抬起脚后跟，感觉你的尾骨直接延伸向天花板，背部平直，腹部用力。非常好，吸气，我们向前看，来到平板支撑姿势，呼气，手肘向后弯曲，吸气，上犬式，呼气，再次来到下犬，非常好，交替弯曲你的膝盖，交替抬你的脚后跟，保持在下犬不变，一个吸气。一个呼气，非常好。最后一次，我们再向前看，来到平板支撑，身体前倾，弯曲手肘，交替抬腿，上犬式，随着呼气来到你的下犬，非常棒。现在我们吸气，抬起我们的右腿，呼气，右脚着地，着于你的两手之中。吸气，我们上身抬起，呼气，我们来到战士二 Warrior Two。吸气，身体向前，呼气 Reverse Your Warrior，非常棒，感受到侧边身体的延伸，保持。随着呼吸，看看你能否更深度一些。深吸气，深呼，双手撑地。右脚踩回，好，我们换边，吸气，身体向前，呼气，回到你的下犬式。伴随着吸气，抬起你的左腿，伴随着呼气，左腿踩在双手中间。吸气，我们站起来，呼气，Warrior Two，战士二的姿势。吸气，身体轻微向前，
呼气 ，reverse your warrior， 感受到左侧身体的延伸，非常好。再次保持一个呼吸，深吸气，深呼气，很棒。双手撑地，左脚踩回，吸气，身体轻微前倾，呼气，我们直接来到下犬式。好，我们这节课即将正式开始，在此请你收起你的思绪，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到我们的瑜伽垫上，非常棒。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训练，拿起你的瑜伽球，来到一个站立的姿势，将你的瑜伽球放在右侧，如果可以的话，将你的右脚脚后跟踩在瑜伽球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没有瑜伽球，你可以直接抬起你的脚后跟去做。对，非常好。那我们来到一个 second position plie， 非常棒。那现在呢，你可以双手叉腰，可以双手打开，也可以双手举过头顶，看你自己的喜好。对，好，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来开你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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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and down, dip, down, and down,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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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dipping, keep squeezing,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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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 We have 8 more. 8, 7, 6, 5, 4, 3, 2, 1. 好，保持在下。现在我们左手向右，右手向左，回到正中。左手向右，右手向左，回到正中，非常好。加油，保持你的胯部那个低的程度，不要慢慢抬起来了。很棒，还有两下，还有一下，好，最后一下，我们保持这样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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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感觉到侧腹的力量了吗？非常好，加油努力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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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 好，接下来一个动作，手向下，右手向下，感觉你的右手要去触碰瑜伽球一般，向下向下， 8, 7, 6, 5, 4, 3, 2, 1。 好，我们回到正中，现在右脚向下踩，向下踩，向下向下，最后4, 3, 2, 1。哇塞，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对于我们的足踝力量，对于我们的整个核心以及我们的臀腿。好，现在换边，瑜伽球呢来到我们的左脚脚后跟处，踩稳了，尽可能稳稳地踩在上面。如果刚刚那一次感觉瑜伽球让你感觉自己动作做得越来越歪，有点太难了，取消瑜伽球，直接抬着脚后跟做也是一样的。好，手可以放在胸口，放在腰上，举过头顶或者向侧打开都可以。Dip, dip, dip, squeeze, and squeez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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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lower and lower.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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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You got this. We got this. Last 8, 7, 6, 5, 4, 3, 2, 1. 看到我抖的吗？这很正常哦。现在我们右手举向左侧，左手向右，右手举向左侧，左手向右回来，非常的棒。好，注意姿势优美，挤压你的侧腹力量，非常好，你可以的。最后再来四，再来三，坚持，再来二，一，好，保持在左，看你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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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lower and lower, dip deeper and deeper,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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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We squeeze and we squeeze. 非常好，现在左手向下 dip, dip, dip. 想象左手可以触碰到你的瑜伽球， get deeper. We have 4, 3, 2, 1. 很棒，现在回到正中，向下踩，向下踩，左脚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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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4, 3, 2, 1。好，现在我们脚踩离瑜伽球，不要去管瑜伽球了，可以蹲得更低吗？
非常好。等等，第一些我们来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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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 有没有觉得没有加球瞬间变得简单了很多？你可以的，非常棒。Squeeze and squeeze， 尽可能在你所能蹲的最低，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坚持。We got this。最后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保持在最低。抬起你的脚后跟，放下。抬起你的脚后跟，放下。抬，放，抬，放，上抬，放下，上抬，放下。抬，放，抬，放，上抬，放下，上抬，放下。再来八组，七、六，注意胯骨有没有能蹲的低一些的空间向下。四、三、二、一，脚后跟抬起，保持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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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我们的最后四个八拍，你可以的。Squeeze, squeeze, squeeze, squeeze. We dip and we dip. Two more counts of eight. You've got this. We hav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Last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好，脚后跟放下，我们向左回到正中，向右回到正中，向左。向右，非常好。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squeeze to the left, squeeze to the right. Obliques in the working, 利用侧腹力量，还有臀腿力量，非常深，非常有效。最后八、七，坚持六、五，很棒。四、三，最后二，最后一。即将成功，保持 eight seven six， we hope you got this， five four three two and one， 很棒很棒，第一个动作已经非常有效，相信不光是臀腿，你的上半身，你的核心也都会有感觉。好，带着这种上半身逐渐热身的感觉，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将你的瑜伽球撑在左手，右手呢，你可以来到右手前臂上。好，那瑜伽球撑好了之后呢，我来先展示这个动作的不同的版本。对，首先第一个版本，你可以选择右膝在地上。对，我们一边右胯触地，我们一边右胯触地。右胯上抬，左膝向前，左膝延长，看到了吗？右胯触地，右胯上抬，左膝向前触左手肘，左腿延长。你的左手撑在你的瑜伽球上，用力向下撑，找到一种稳定感。这瑜伽球就是来挑战你的平衡的，所谓的挑战平衡，也就是挑战你的核心能量。很好。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已经够有挑战，请你保持。第一次接触这个运动的小伙伴，我更推荐现在这个版本，已经足够好，已经足够强了。如果你乐意，可以将左膝，说错了，右膝变成你的右脚。对，大家看到了吗？向前，向后，向下，向上，向前，向后，向下，向上，向前，向后，向下，向上，再来八下。非常好，七，坚持六，五，四，很好，三，二，一，很棒，保持在上，向前，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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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squeeze。Forward, back, forward, back. We got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You have four, only three, last two, and one. Good job. 现在呢，我们保持侧边瑜伽球，也没人在前面撑着。我们抬起我们的左腿，向下，向上，向下，向上。Six more.
5 4 3 2 and 1， 很好。现在呢，我们左手撑着我们的瑜伽球，我们的两脚脚尖对着左侧，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肩膀尽可能面向瑜伽垫，刚刚肩膀是面向侧边，现在面向瑜伽垫，很好，有一个身体的侧转。好，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来加入我们的动作。We dip, we lift up, we squeeze back, squeeze forward. Peg up, come back to center. 回到正中脚后跟，有一个侧转，左膝去触碰左手肘。大家看到吗？有点复杂，再来一遍。好，现在左脚脚尖对着侧边，向下，向上，弯曲膝盖，延伸 ，peg up， 回到平板，脚尖触地。现在面向瑜伽垫了，左脚触碰我们的左手肘，很好。再来一遍 ，down up， knees bend， extend， peg up to the front， face forward， knee ache。非常好，最后一组 dip lift squeeze back forward peg up face to the mat to the side move it back， 非常棒。刚刚这个虽然只有短短四组，但是严重的挑战到了我们的核心、手臂、整个上肢力量还有臀腿的协调性，非常好。那刚刚这个动作，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再来做四组，然后就快点了，你可以的。左手撑着瑜伽球，右手撑着地面。好，我们先是两脚面向左侧，我们 dip lift knees bend knees forward peg up to the front knee in knee out dip lift bend forward peg upKnee in and out. Dip, lift, bend, extend. Peg up and left knee in. Dip, lift, squeeze back, forward. Peg it up, left knee in. 好，完成了这四组之后呢，我们成功换边，真的非常的挑战。相信你做了刚刚那些动作之后，一定会觉得没有在开玩笑。好，我们现在换边，瑜伽球打在你的右手上，左手前臂支撑。那一开始呢，我给予了大家这个选择，你们可以自行选择 dip lift knee in out dip lift in out 左胯触地上抬，右膝向内向外触地上抬向内向外。如果觉得这个已经足够有挑战，或者做了刚刚那一边，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你可以选择你是否停留在这里。停留在这里不代表你做的是简单的版本，恰恰相反，说明你很了解自己的身体，你随时都可以选择去进阶，也可以随时 scale back 做更加简化的版本。如果你准备好了， dip lift in out dip lift in out squeeze, squeeze, squeeze and squeeze. 8, 7, 6, 5, 4, 3, 2, and 1. Just right knee in, out, in, out, in, out, in, out. 8, 7, 6, and 5. 4, 3, 2, and 1. Now we have the hips down, up, down, up. 6 more. You've got this. 5, 4, 3, 2, and 1. 很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前臂上，然后寻找那个侧转。大家看到了吗？我身体面向瑜伽垫，我的右脚脚尖面向前侧，对，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 dip, lift, bend, extend, peg it up, back to center, right knee in,
好，侧转 dip lift bend extend back it up back to center and right knee in 非常好 dip lift bend extend back it up back to center right knee in 好，最后一组，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四组。好 bend extend back it up back to center right knee in 好，非常好，再次喘息一下，轻微的甩一下你的手腕，感受一下左侧和右侧有什么不一样。同样的动作，如果两侧感觉完全一样，那才叫不可能。所以呢，如果有不同，非常正常。观察自己身体的感觉，从这个基础上去寻求进一步的进步。好，左手撑地，右手撑着瑜伽球，两脚面向前侧 ，dip lift bend extend， 还给它 back to center right knee in， 下位 dip。Lift, bend, extend, pipe it up, back to center, right knee in. Okay, dip, lift, bend, extend, pipe it up, right knee in. 好，最后一下 Dip, lift, bend, extend, pipe it up, right knee in. 非常的棒。呜，这可能是我教的平板支撑里面前三难的。反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挑战整个身体的协调性。好，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练习我们的侧腹和臀腿相交的部分。好，现在呢，我们将瑜伽球放在左手手下，对，然后呢，左手用力的撑着瑜伽球，但是注意不要胯骨丧失你的力量，抬起来，用你的核心的力量抬起来。千万不要有这个弯曲的弧线，我希望你抬起来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好，而不是一个弧线。现在你的右腿轻微触地上抬，注意这个地方不要变。很多人为了把腿抬高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样子，这样不好哦。既不要弯曲你这个侧腹，也不要去通过弯手肘让自己腿抬得更高，正确的感受是腿抬不了多高。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追求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更多去追求你的身体感觉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足够多自身的阻力在帮助你。非常好，坚持，向上，向下，向上，向下，手可以往上抬，也可以往前面，也可以往这里，都可以，叉腰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任何你想去的。上抬，放下，上抬，放下，最后四、三、二、一，好，保持上抬，抬你 up, up, lower down, squeeze, squeeze, lower down, up for two and down, up for two and down, 坚持上抬，上抬，放下，上抬，上抬，放下，最后四。三，好，二，最后一，好，最后一下我们保持上抬 ，squeeze squeeze tighten up tighten up lift lift we squeeze and squeeze up up squeeze squeeze we have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now we squeeze knee and elbow in extend the mat.Knee and elbow in, extend the mat. 向内，向外，向内，向外。非常好，坚持，最好四、三、二，很好，一好，保持在上。抬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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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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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 and lift.We have 8, 7, 6, 5, 4, 3, 2, 1, hold, hold for 4, for 3, hold on for 2, and 1. 非常非常的棒，感觉到不仅仅是侧边的腿的外侧，臀部的力量，还有侧腹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现在进一步来练习我们的侧腹，仍然是左膝着地，
右侧侧腹的力量坚持，右腿延长，非常好。这个时候呢，如果第一次接触，我建议你瑜伽球抱在胸口。如果你说我接触过这个运动，我还挺有信心的，那瑜伽球呢可以放在手外面，这样向外伸，非常好。如果你是进阶选手，经常接触这个动作，说自己很熟悉了，那么欢迎你采用最难的版本。我头发后面有点散掉了。对，手举过头顶，向侧，向上，向侧，向上，非常好。侧边，向上，侧边，向上，向侧，向上，向侧，向上，用你的腹肌将自己抬起来。最深层的 transverse core， 还有你的侧腹 obliques， 非常好，坚持。四、三、二，很好。一，好，我们效仿刚刚那个 dip dip lift up， down down and up， 向下两下，向上一下，向下两下，向上一下，再来四组，很好。三，很棒。二，坚持。一，很好。所以我们保持在侧 ，dip dip dip dip， get lower and lower， deeper and deeper，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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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last four， la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好，保持在侧，身体向上，对，眼睛看向天花板，我们再回到侧边，向上，向侧，向上，向侧，上，侧，上，向侧，最后四、三、二、一，好，向上。同时，我们抬起我们的腿部，向内 squeeze in， extend out， 后面我们 squeeze in， extend out， 这个再来两下， extend out， 最后一下， extend out， 非常难，真的，大家看到我每一个也都有在抖，这个就是正确的感觉。好，我们换肩，非常好。现在呢，是用右腿作为支撑，右手拿着瑜伽球撑在地上，注意我说的侧腹抬起，不要 dip， 侧腹有力量，当它抬起来，手可以用力的撑地，但是注意，主要也不是把你的重心放在肩膀上往下撑，而是放在你的核心，用侧腹抬起来，非常好。手可以放在肩膀，放在胸口，举上头顶都可以。我们来上抬，放下，上抬，放下。注意做对了是抬不了多高的，当你觉得到了一定高度，自身阻力就阻止你向上，这个感觉就对了，没错。呼气上抬，吸气放下，呼气上抬，吸气放下。八、七、六、五，很好。四、三、二、一，好，现在两下上抬，然后放下，上抬 up up lower down， squeeze squeeze lower down， up up down， squeeze squeeze and lower， we have four， we got this， three lower down， two。And one, tummy up, tummy up, squeeze and squeez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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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 and lift,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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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 and lift. We hav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Now we hold down. We squeeze in, extend, squeeze in.Extend, in and out, and in and out. Four more sets. Three. We have two and one. Now we lift arms and legs. Lift, lift, lift.We have four, we have three, two and one. Hold.Hold for four, for three, for two, lift higher, one,
棒。好，现在呢，练习我们的侧腹，趁热打铁。好，我们的左腿向外，右腿在内保持。我们的瑜伽球可以放在胸口，可以放在下面，可以举过头顶，看你的选择。好，我们现在向侧上台，向侧上台。Dip and lift, dip and lift, squeeze and squeeze. Four, three, we add up in two and in one. Good job. Now we dip, dip and lift. Double dip, dip and lift. We squeeze, squeeze.And lift up. Squeeze, squeeze, lift up. We have four. Lift up. Three. Lift up. Two. We lift. Last one. And lift. Now we lower down. Can you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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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Squeeze and squeeze. 如果手举过头顶实在太累，可以放在胸口哦。这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不一定越难就是越好，选择今天就最适合自己练习状况。最后四、三、二、一，好，保持在下，向上，向侧，向上，向侧，胸口向上，胸口面向侧边，胸口向上，面向侧边，四组，非常难，三组我已经在颤抖了，这感觉就对了，二。最后一，很好，现在我们来抬腿向侧，抬腿挤压向侧，最后再来两组向侧，最后一组向侧，哦，这个平衡感真的非常的难找，如果说你不利用别的东西来帮助你，比如说去代偿胯部什么的，真的非常的晃，非常的难。但是呢，就算你跌倒了或者太晃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做的是正确的发力方式，那么就会有效果。对，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还有一部分臀腿的训练，将我们的瑜伽球放在地面上，然后呢，我们来到一个仰卧的姿势，将你的双脚都放在瑜伽球上。如果说这样实在是太晃，或者你没有瑜伽球，你可以忽略瑜伽球去做。如果太晃，你又有瑜伽球呢，放在单腿的下面，等会儿交替就可以了，没有关系。如果你有这个平衡感，可以试试看，双脚同时踩着你的瑜伽球，吸气准备，呼气上抬，非常好，吸气下放，呼气上抬，吸气下放，呼气上抬 ，bridge lifts lower down。For two and up, for two, lower, lower, lift and lift. 如果你乐意，可以试着把前臂抬起来，对，就像机器人手臂一样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想挑战你的平衡，双手向上点 ，lift up, for two, lower down, for two, lift and lift, lower down, lower down, lift, lift, down, down, up.For two and down, for two. Squeeze, squeeze, lift. Squeeze, squeeze, lower. Squeeze, squeeze, lift. Squeeze, squeeze, lower. Four, lower down. Three, lower down. We have two, lower down. Last one, lower down. Now, fast tempo. Up, down, up, down. Squeeze.Squeeze, up, down, up, down, squeeze, and squeeze. 不光锻炼我们的大腿后侧、臀部，还有我们的小腿肌肉，还有我们的足踝力量，这个腿部的完全的练习。向上，向下，向上，向下，最后八、七，坚持六，你可以的。五、四。三、二，最后一，好，看你 up and up, squeeze and squeeze。如果平衡不行，可以把手放在地面上，
或者拿掉瑜伽球也是一样的做的 squeeze and squeeze 8 7 long hands 6 and 5 4 we have 3 just 2 and 1 now we heels in heels in 脚不断地靠近我们的臀部 in and in squeeze and squeeze we have 8 7 6 5 4 3 2 1 now we have 1 hip lift 1 heels in 向上一下向内一下向上一下向内一下向上向内向上向内最后四组三组两组一组非常好现在我 lower down for two lift up for two 匀速慢速再来一组是不是跟第一组感觉完全不同第一组也是累的可能对于习惯的练习者来说会比较轻松因为我也比较习惯第一组会觉得轻松但第二组怎么都不轻松而且平衡真的特别难非常考验我们整个身体的协调性还有我们的核心臀腿力量的调动坚持你可以的我们再来八组向上慢慢向下七组向上慢慢向下六非常好五匀速慢速四坚持三不可以的二棒最后一下梳跨上台向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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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后跟靠近臀部向内向内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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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d in in and in we have 2 counts of 8 here we go 8 7 6 5 4 3 2 1 one more set 8 7 6 5 4 3 2 1 hold hold up lift higher hold stronger we have 4 3 let it shake let it burn 2 and 1 Good job everyone 非常非常的好好最后一个练习腹肌我们就结束这一堂课好将你的瑜伽球放在我们的尾骨后面这个动作呢是我最近特别喜欢教也喜欢玩的之前呢我很喜欢让大家放在后背那个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个更经典一些这个呢我觉得更创意更有趣一些对非常好现在双手放在我们的太阳穴边上这样子大家看到了吗是这个类型的好现在呢我们向后挤压向上抬起几乎是坐起来大家看我背部平直向后挤压向上抬起几乎是坐起来对向后向前向后再向前挤压上抬挤压上抬非常好向后向前向后向前再来四组再来三组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吧再来两组好最后一组之后是 tiny squeezes tiny dip dip tiny lift and lift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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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标准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走如果手放在这个后面太难了你的脖子开始这样下压了下巴没有办法保持与胸口的距离了呢你的手就放在胸口这是非常好的简化版或者手放在前面也是非常好的版本适合第一次接触这个动作的朋友 squeeze squeez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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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背平直脖颈修长下巴和胸口保持距离 dip dip and dip 8 7 6 and 5 4 3 2 and 1 now we twist twist to the left back to center twist to the right back to center twist to the left back to center twist to the right back to center 保持下巴和胸口的距离背部延长脖颈修长千万不要缩脖子去做利用腹肌而不是利用你的脖颈力量非常好不是利用胸口是利用你的核心哦
坐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感觉非常陡了。对，就像我现在说话其实很困难，但是没关系，调动好呼吸。再说为了大家嘛，就算说话练习要比平时难十倍，我觉得也是值得的。非常好，吸气呼气回到正中，吸气呼气回到正中，吸气呼气，吸气呼气。8 7 5 4 3 2 1 Now we add a twist with your leg. Lower down. Add a twist with your leg. Lower down. We twist back to center. Twist back to center. 呼气转地，呼气转地。当然我的呼吸只是一个提示，并不是硬性要求，还是要根据你的身体怎么舒服怎么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是否要遵从，是否要尝试，这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有更好的呼吸法，欢迎使用你自己的。最后4 3 2 1好，保持在左侧，开你 squeeze in squeeze in squeeze squeeze，保持下巴的延长，保持背部的修长。 Squeeze Squeeze， 完全利用核心，坚持你可以的。最后4 3 2 1好，我们保持 Twist Twist。保持下巴的延长，需要的话随时转换版本。对，这个版本也很好，并没有哪一个更好或者哪一个更差更弱的说法，完全看你今天身体适合哪一个。再来4 下3 下，我们保持向右2 1好，开你接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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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d in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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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8 7 5 4 3 2 1，非常的好。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一开始那组动作，我们向后背部平直，向后背部平直，向后平直，向后平直，向后，向前，向后，向前，尽可能深度一些。我宁可你是手放在胸前，但是做的自己身体最能做的深度的，也好过手放在去挑战的最难版本，但是牺牲的这个动作本身可以做到的一个深度。对，不要追求表现，也不要追求动作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对于我自己的健身进阶之路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当我放弃了在乎这个动作看起来如何，而专注自己的身体感知力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运动给我带来的那种自由感，给我带来的那一种向内探索的快乐，比以前真的是几何式的增长。好，我们向后，向前，向后，向前，最后2 下，最后1 下。好，我们保持在后最后一组。Squeeze, squeeze, squeeze, squeeze. Tiny squeezes, squeeze it up.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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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Use your deepest core.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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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大家听到我声音都开始颤抖了吗？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最后8 7 long count 6 and 5. We have 4 3 2 and 1, hold, 3 2 1, 看看能不能抬起你的腿。4 3 2 1, 看看能不能延长你的腿。4 3 2 1, 看看能不能再坚持最后4 下。4 3 2 and 1, 真的太棒了大家。好，现在呢面向我来到一个屈膝而坐的舒适的位置。
好，现在瑜伽球放在右手，左手延长向自己的右侧，非常棒，很舒适的一个姿势，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好，现在瑜伽球滚向前侧，同样做这个侧边伸展式，但是感受这个瑜伽球滚动角度的不同给你带来的不同位置的伸展感，现在应该是你的腰部更靠后侧一些的。好，现在瑜伽球向右后方，对，这是一个更多带到你的腹肌，带到你的核心的拉伸，非常好，深吸气，深呼气。好，带着这个拉伸感，看看你是否能够抬起来向后，很棒，深吸，深呼，哈，好，我们瑜伽球换边，同样的拉伸，再来一遍。好，现在呢，将你的左手放在瑜伽球上，将瑜伽球滚动出去的同时，延伸你的右手向左侧，你可以向上看，如果这样脖子不舒服，可以向下看，都可以。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非常的舒适。好，我们换边，向前，瑜伽球向前滚动，侧边拉伸，注意每个拉伸都可以停留的比我 cue 的时间更长，你甚至可以关掉我的声音，做你自己身体最想要的 yummy stretch， 做你身体觉得最最舒服最最放松的姿势。好，回到正中，我们向后带到了腹肌，人也往后仰，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你的身体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而不是我，我只是给你一个相对的方向，深吸气，深呼气，啊，我的所有都只是建议，不是硬性要求。好，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我非常鼓励你去做更加深度完整的拉伸，但是如果呢，我今天的时间就到此为止，也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结束这一堂课吧。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合十。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又一次陪伴我完成了这一个超有趣、超难的训练，你们真的都是最棒的。如果任何别的想看内容，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关于这节课的任何感想啊、反馈啊，也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不仅可以帮到我，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的练习者，我们一起共同进步。好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我们留言区见哦。Thank you.